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谁打开我的小视频谁顺，一顺呢顺到年底，祝你们财顺、运顺、心顺、意顺。据听说今天收到祝福的，那心情会心旷神怡，视野如秋高气爽，赶紧把这份祝福收藏起来吧，那就等于收藏了福气。你要把这份祝福分享给朋友，那就等于送出了福气。你要把这份祝福再发到朋友圈，那朋友们会开心每一天，幸福平安每一年。菜友们早上好，今天谁打开我的菜友们早上好，今天谁打开我的小视频谁顺，一顺呢顺到年底，祝你们财顺、运顺、心顺、意顺。据听说今天收到祝福的，那心情会心旷神怡，视野如秋高气爽，赶紧把这份祝福收藏起来吧，那就等于收藏了福气。你要把这份祝福分享给朋友，那就等于送出了福气。你要把这份祝福